两颗一行金箍的狮子头，龙师傅教你做。准备一个东西叫葱姜水，这个葱姜水里面要加一小匙的盐，可以加速那个葱的那个水分出来。再把它放下去炸。颜色非常好看。好漂亮哦！三个字就行了。什么字？三秒。今天晚上六点，33厨房。